好，不管气候还有地理条件都得天独厚的南加州，一直是全球华人投资置产的热门选项。我们的热门节目讲量化就特别邀请了南加州豪宅女王辛蒂，要来分享2017年南加州顶级豪宅的市场行情。那么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，欢迎观众朋友锁定。从投资角度分析美国豪宅的特性与优势，同时解释华人投资客对美国豪宅的错误偏见。南加州豪宅女王 Cindy Hansen 句句至理名言：亚洲人会认为，我既然有钱，一个月付你6000到10000块钱的租金，我干嘛不自己买？可是呢，老外就是喜欢享受的。他有这个钱，或者是公司派过来的时候，他一定要享受到这么好的条件，他才愿意住，才愿意过来工作的时候，这些钱对他们来讲就不是个问题。而面对一般华人家长喜爱追逐名校的迷思，升学全方位单元江主任分享，申请名校前应该结合自身兴趣，并且实地考察校园，才能保障成功人生。这个孩子天生的能力，适合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专业，然后哪些大学是提供这些专业是最有名的，这个我觉得很重要。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带孩子去实际的参观大学，对，你都没有去过，你怎么知道你喜不喜欢呢？对，去感应一下那个氛围，对对对。我精彩单元来去玩，安利旅游假期旅游顾问 Bray 介绍华丽莱茵尊贵和融之旅。法律人生单元，许志明律师将说明购买美国房产是否对投资移民有帮助。更多完整内容，欢迎本周六周日锁定东森超市频道讲量化。东森新闻，彭迪、杨平俊在洛杉矶采访报道。